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8期的节目。最近呢 ，Hasbro 推出了 ARK， 也就是方舟的玩具。那我手上的话呢，哎，也有一款方舟的玩具，它是方舟 Unicron ARK Unicron， 它呢是属于银河之力系列的一个玩具，但是呢，它只有玩具，好像没有这个动画剧情吧？它好像设定呢是这个Unicron 好像是利用方舟呢来复活还怎么样，所以呢它有一个方舟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那实际上呢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可能有15、16年甚至更久以前了。那我收到的时候呢是一个全新品啊，但是呢它里头有一些绑线呢都已经腐朽不堪了，甚至玩具呢还有一点发霉啊。里头是全新的，但是因为是真的是太久了，那我有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补强啊。首先的话呢是这个髋部的球形关节，我把它给加固了，稍微强一点点，以及呢它的这块部件呢在脚侧边的这块部件呢跟轮胎就是 King 的那个轮胎一样，你手这样去捏一碰啊，它很容易就松开。所以这里的话呢我稍微加固了一点点的一个胶水，把它弄厚一点，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去碰掉。其实这块部件呢你可以把它碾死好像也没有影响，因为它在变载具的时候呢好像也是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这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整体的玩具的话呢因为年代是比较久了啊，有一些地方的话感觉手感稍稍的有些软还怎么样啊。那么呢它是一款银河之力系列的一个模具，所以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能量晶的一个钥匙，它的触动的机关呢在后面这个地方，你如果把它安插下去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地方胸口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机关炮呢就会打开来。那么头部的话呢它强调有很好的透光性啊，但是呢我没有特别打光啊，所以它基本上呢你如果不打光它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透光的感觉的。那它是附带有子弹的，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就会做一个发射，这个弹射力道还是相当可以的。子弹的话呢也是透明的部件，那我们暂时把这个钥匙给拿下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身材的比例啊，身形的比例的话呢大约是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那它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便宜，可能500-600台币可以买到，现在价格比较高一点点啊，那可能是那一阵子清仓已经出的差不多，但是当时我也是观望，我没有第一时间买了啊。那你看看它的身上有这个武器，它这个武器的话呢其实是上下两个部件，上面一个部件，它上面的这个部件呢是一个两头都有尖刺的，下方的部件呢是只有一个尖刺。那因为它本身手臂呢这一代就有一个造型，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样子啊，就稍微的去装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武器呢握的不能说非常的紧，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插槽非常的浅啊，那把它拿下来的话呢可能这个把玩起来会更加的舒服一点点，你可以考虑把它安插回它原本脚的一个侧边就没问题了。那可动的话呢还算可以啊，头部的话呢因为这个部件变形的时候我需要好像伪装可以往上抬啊，左右转没有问题，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90度，拳头不能转比较可惜，腰身可以转，脚前后踢，然后这个地方膝盖弯超过90度，那个也可以感觉到了啊，你这个地方太容易去碰到，因为它这块部件很大啊。然后脚的话呢是脚尖跟脚后跟分开移动的，所以它这个脚后跟的话呢可以协助它站出很多比较夸张的姿势啊，基本上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炮的话呢可以上下动，后面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机枪，因为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那么呢以它的一个人形状态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蛮帅的，虽然是很老的玩具了啊，脚板也是比较大。那关节的话呢我有稍微补强之后玩起来那个手感呢可以说是好上非常的多啊。那么一个老玩具呢就是有它一个独特的魅力，我们就快速的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啊，是所谓的一个方舟形态的一个变形啊。我们把这个部件呢往下拉，拳头放进去，这个部件收起来，哎，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手臂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武器也是可以的。这一侧打开，拳头收进去，好，到这。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这个胸口这一带啊，这一带往前翻，它里头还有一块部件，把它翻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洞啊，还有这里有一个凸，两个凸，这是最重要的结合部件。再来我们把这个下半身这个地方拉出来，它本来扣在这，我们要把它拉出来之后扣到后面去，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推到后面去啊，然后呢腰部呢先旋转180度，然后待会我们再处理这里，我们先处理这啊。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两手臂翻开来，这个部件呢本来是放上去的，转下来，
到这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转到中间这里，蓝色的部件呢转到尖刺的部分，把它找到船中间，朝中间，这样子。嘿，我怎么懵了的感觉啊？应该是这样子啊。好，这样子，两侧这样子，红色部件把它朝下扣下来。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凸，蓝色的凸跟这里有个洞，我们把它转到朝正上方，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象把这个履带转到侧边就可以了。再来就是把这个部件呢做一个结合了，这里上下这里做一个结合，它的变形是比较简单了，非常简单，那大约也就是以前的 Deluxe 等级。好，这个时候的话前面就算 OK 了。再来我们把这个后半部这个部分是整个的要推过去，这里两腿先打开好了，这样子压下来，整个的把它给这个，你看到裆部压下去，让轮胎能够着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后跟推出来，然后你就脚的话你就去旋转这个部件，旋转过来干什么呢？这里有个洞，在履带前方履带这里有个洞，对吧？就是把这个脚后跟这里跟它扣在一块，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给转一下。好，转开，把这个膝盖这个尖刺啊不要妨碍到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呢推过来把它给扣进去，就把它给硬扣上去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说过啊，脚的话呢容易爆开的那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在这啊，一样把它给压紧就没有问题了。那前方的话呢，这个地方再把它给做个捏紧，有时候呢稍微松一点会爆开。这个地方的造型的话呢，它是里头是有缺口的，我们就把它的比较完整的一个形象呢转到朝外侧，最后就把这个头啊旋转180度之后，然后直接往上翻，塞到这个空隙里头去，看起来像一个宝座一个位置空，这样就放进去了。然后呢还刚好可以形成一个类似于是一个雷达一样的感觉啊，非常妙。然后前方的这个部件也有点像一个星地的这个星球体的一个感觉，包括这里整个你说它是方舟的一个形象吗？我认为还是有，但是它更像是一台坦克车，而且它确实是后方是有轮胎的，你可以把它稍微压紧一点点，它还是有滚动性的哦。大小尺寸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比现在的 Deluxe 等级当然是要大上非常的多啊。那分量感还算可以吧，以低 Deluxe 等级的玩具来说不算差，那很霸气，这个形象我觉得很喜欢。那么一个应该是本来是类似于是运送啊承载希望的方舟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变成了是一个像是杀人兵器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的话呢来把它的这个配件啊，它的配件的话呢如果按照合会了啊，是两头都尖刺的是在前面啊，然后这个单独一个尖刺的是在后面，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啊。好，然后这个看你要不要把这个能量的钥匙扣上去，一样是这个地方啊，一样同样的一个触发的一个位置把它给扣出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完全搭载之后的一个形象。那这个炮的话反而变成是好像稍微说碍事嘛也不能算碍事了啊。总而言之呢，我是看上了它的这个载具的形态，非常的有趣，杀气腾腾的感觉，轮胎的话又这么大，那就想说价格也不是很贵啊，我们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啊。那就刚好呢这段时间啊方舟的玩具即将会推出，那我也来做个小方舟的一个分享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